大家好啊，我是你们的大明白。这不是换季节了吗？把衣服拿出来洗洗，兜里边竟然有100块钱，出差的时候换的钱没花完。这种喜悦你们也应该有过啊，那种失而复得，不，仿佛像是不曾是你的钱，天上掉下来的一样。所以这个钱呢，我也准备给他花的有意义。这个钱这样，这个钱你今天让我财务自由一把，行不行？主要是为了网友和粉丝嘛。今天我就破例拥有它一回，我那个什么不乱花。你这样，咱俩一块儿，我给你眼皮底下花。我拿这钱也干不了什么坏事儿，啥也不是。那敢不给吗？我要它，必须就得给我，就得交出来。今天呢，我就给你们试一下，100块钱去扫货日本便利店，看能摆一桌啥样的。来，桶吧嗒机，把这个钱给我换成日元，按照今天的汇率呢，1513日元。看，这就是100块钱人民币。然后别人一给你们评测日本的便利店呢，就是 Seven Eleven 或者罗森呢，太俗啊！我今天就给你们种草推荐一家我在日本最喜欢的一家最气质的便利店，叫 Mini Stop。Mini Stop。如果这一期效果好的话，有认识官方的可以帮我去提醒一下官方打钱。开个玩笑啊，就是我真是挺粉他们家的。这家 Mini Stop 呢是日本永旺超市集团下边的一个便利店品牌。我查了一下，它在日本有5400多家，比我想的要多很多呀。他们家最大的特点就是超市经营的便利店，所以他们家性价比特别高，而且里边卖的很多吃的都是他们自己家在里头做的，吃的东西呢就比别人家做的干净卫生，用的料呢也扎实厚道，因为上面有永旺超市的供应链嘛，所以商品的品类也比别人家多一些。说时迟那时迟，咱就一个王八翻盖坐起来，咱就走起来，对不对？其实也没有多远，就在家附近。最近大家催更的情绪依然高涨啊，已经出现大范围的人传人了，迟迟看不到拐点，我很担心呐。完，现在粉丝们说要求平台给建一个催更区，让我成为里边唯一的一个 UP 主，这帮催更军团的手法也是一天比一天突破自己啊！我这视频刚审核完，上去5分钟，1-200条弹幕、啊。有个孩子给我私信说：“哥，我今天发弹幕发在了20多秒，已经不是第一了，也不是前十了。对不起，我错了，我会努力的。”然后美工粉里边有个孩子说：“你的弹幕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可以叫做文理。”然后有个高三的备考学生说：“像我催更现在是他高三生活的一部分。”他说他将来回想起高三的生活，将是冲刺的晚自习，美丽无瑕的初恋副班长小芬，一起拼杀球场的兄弟们。刀子嘴豆腐心的班主任，夕阳斜下的操场，大明白的日常催更。完了，我的恰饭广告公司向他们客户推荐我的时候都说大明白互动特别好，虽然现在不是百大，你看他的弹幕，这密度，这队形，这没日没夜，这丧心病狂，这股力量的凝聚，那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想想干这小尖儿干，那简直就是评论区的军训呢。这就是 Mini Stop， 欢迎光临，我都自己配音。他这儿也有散咖机器，日清拉面，还有那个，喂，我先给。看我今天都买的啥呢？这个就是100块钱还有找，它一共应该是1513日元，咱们实际花了是1476日元。首先是这个，我在日本从上学的时候就开始特别愿意吃，它的那个经典款是这个红色的，然后还有个这个，这个是日本经典的传统停不下来系列啊，它里边是一袋一袋的，有点像那个旺旺雪饼那个时候的那种。这里头有11个，永旺他们家自己的 Top Value， 他们自己这个品牌的三明治，日清拉面，超浓日清酱油拉面泡面，然后还买了一个蟹肉棒，低脂肪，它一共才60千卡，泡面里吃，炸串，自己在那个柜台里头炸的那个东西，红酒，你能相信吗？这个玩意儿性价比高不高？这瓶红酒378日元，然后你看它这个上面好像还得过奖，最便宜的红酒，看看什么味道，整的好像我知道啥红酒啥味儿，每一个我都品鉴一下子呗。哎呀，这块应该有 BGM 啊，来一个啊。看这里头，外边这一层这个面呢，特别特别筋道，滋滋的。我一直我就整不明白这玩意儿怎么打开，它这个哈，你说它让我这么 open， 坏了呀，包装有 bug 呀。三明治它本身它这个料啊是非常的足，看到了吗？这鱼都出来了，我们要走一个呗。哎，金枪鱼好吃，再来一口鸡蛋的，香肠的。然后再搁五记羊，其实长得很那个，非常的传统。再长这样，这个在家追剧的人要是上瘾了，根本就停不下来啊！长得挺可爱的，短短的。Cheers！ 因为咱们那个泡面可能还需要点时间哈，想喝点红酒了。那什么，给我拿个红酒杯，喝红酒必须得有红酒样，给我倒上。挂着呢。那我就自己吧。378日元的红酒，这得是哪年的呢？收
好，我这酒用不用醒一下子啊？咱没有醒酒器啥的吗？你给我买个那个醒酒器，醒酒那缸子。那个醒酒器能买好几箱你那个酒。它至少它不是散装的，对吧？性价比绝对呢。好像是味儿有点淡呢，还是怎么的？还是我不会喝呀？这还是进口酒呢，这西班牙进口酒，它这上面写说跟番茄味的意面什么的味道比较搭。这喝一口这，好像还行。你喝这个，你不得有这个的菜吗？你给我整个什么上档次的菜呀啥的呀？我给你弄个三分熟的韭菜盒子呀。我现在想吃那东北小笨鸡儿炖一个，我现在嘴可刁啊，我现在档次上来了嘛，慢慢的。你那东北小笨鸡儿是不是用正宗神户牛肉炖的？我都知道，高端的食材往往需要气质的 UP 主来衬托，白狠。好，接下来我们的，哇，它这料什么东西啊？然后咱们再来个这个蟹肉棒，哇，它这蟹肉好扎实，它都站不住了。我先尝尝这个蟹肉的味道特别浓，再来个泡面。它就是那个酱油味儿，汤还是透明的，这玩意儿咱中国人吃不能这么吃。上我的女神，女神来了，来吧，这一拌起来就出来了吗？这灵魂就勾出来了吗？你看这汤档次一下就上来了，看看。给你们模仿一个日本电视节目模板式的好吃反应。嗯，なにこれ？美味しいんだけど。マジで美味しい。めちゃくちゃうまいんだけど。もう一回いいっすか？いやー、これは、うまい。好吃就是偶一系或者五骂意。你只要会这两个单词哈，哪个台你都能走。不过这个面，说实话啊，真停不下来，挺好吃。都说便宜没好货，但是日本的便利店真的是又便宜又好。你们以后来日本旅游也是，不管几点饿了，你站起来咔就可以上便利店走一个。而且现在便利店花钱也不需要日元了，所有便利店现在都可以刷支付宝的，根本就不用担心钱花不出去。到日本需要便利店导购的呢，找我一起吃，不是说什么蹭不蹭的，大家主要为了开心嘛。另外这个我上一期说的绿色 P 图文明催更，什么玩意儿就一大堆人给我 P 成绿色的了，什么玩意儿就一大堆人给我发怪物史莱克版的，你们真是我哎呀高看你们了啊！以后我措辞还得再通俗一点，这我词汇量这么大，根本就跟你们发挥不起来。你说，但凡小本要是毕业了哈，都不至于这样事儿。另外，我剧透几期我接下来可能要拍的内容的标题啊，我的日本日常生活好物推荐之山寨为日货打假斗士诞生篇，日本鬼畜最辣泡面挑战之撒要那拉我的菊花，大明的深夜食堂完美再现北海道四大拉面之做饭的时候话真多等等。另外其他你们还有想看的梗呢，随时可以在群或者私信里边告诉我。气质三连，不要排队形，谢谢，再见。